在这还没有开始整理之前，它原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。那最近在我们彰师大的一个这个带动进来之后，也让更多的青年朋友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平台，让他们去展露他们艺术的这个天分，怎么样把艺术跟现场来做结合，这很重要。那这一次特别在谢谢有这些青年朋友们的一个这个加入，让这边更加的一个活泼。那这个展览期一直到2月20号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彰化，也记得进来我们这个宿舍区，能够来走一走，来这个长阳感受到我们这里在地的一个人文风情，还有这些青年朋友们的一个创意。 在1008年，登陆为第六建筑之后呢，现场非常欢迎关心这个案子，特别用现款来执行，那南郭宿舍区一直去做建筑，它有4个步骤，第一个先要做宝宝计划，那宝宝计划部分呢，我们在今年初已经全部完成了，目前在执行调研计划，就是也就是修复再利用，那包含我们后面这一栋的5号5次一呢，都会由现款这边去现场支持来特别来执行，那执行完毕之后呢，我们预计明年就可以跟我们自己的申请规划设计费用，之后就可以后续就可以再进行相关的工程的一个施工，那整个这个基地将来呢会作为我们南郭的新创基地，这个部分已经是核心的部分已经拍案确定了，所以我们也很期待，过2-3年之后呢，这个就会全新焕然一新的南郭宿舍群转身为新创基地之后，能够更多位乡亲来做一个全新的一个展现。 让我们能够变得更活泼，更有亲和力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手举高，我们换一个动作，让我们现场比较活泼一点。有没有可以比耶啊，或是比爱心？南郭现场成功，成功，都有拍到吗？